烧的火就不往起，还说的不怎么说，上真乖呀、啊！上的起就不错了啊，还挑三拣四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烧火，饿死你！不烧不烧的，这些年哪回不是我的老妈子在烧？就这两天要你烧两张火，不是寒气之炭呢，交过款式了。哪个烧火烧的好气，要拿给烧就是了。那个年纪了嘛，吵什么的？走走走，打牌去走。刘叔，去了哪屋才吵我们啊？打牌也乖。哎呀，不说了，喝酒去。刘叔，就是喝个酒，喝个喝。啊？你把我的鱼虾偷走了呀、啊？是哪一鬼啊？真你气了，这个鱼刺卡你的喉咙，这是天天的大肚子啊！这你哪里不得了啊？哪个整不得好啊？真是缺德呀！八辈子没吃过鱼的吧？啊，把老子的虾偷走了。嗯，呀，这鱼咋回来了？是有意思的啊！小偷把鱼头还金花银回来，太难吃，忒欢。我说错了没有？小偷都觉得你搞得不好吃。我看你一个那小偷了一样的，没得品味。再说，跟老子说。哎呀！